冇啊！好嚟啦，我哋有最后系试制啦。诶，睇嚟就已经冇试制啦。系阿 Team 嘅 Mario 打阿 Y 语嘅阿 Ken， 真系两个都比较采取一个，系啊，睇嚟系啊，睇嚟两个都威如沉住猪咯，都威如，睇嚟系呢一个两双方都采取紧一个比较进攻嘅一个姿态，冇人谂住乖啊，睇嚟。一个好靓嘅，重点系佢哋仲系拣FD， 系一个冇咩可以躲避嘅地方。冇错，眼对眼，男人之间嘅对决。冇错。啊，必须太近啦呢个 combo。诶，究竟啊唔得，因为冇 pet 房，而家 pet 房嘅 Mario 就系太快去啦。呢一个系。冲上前面 defend 嘅一个睇上每次进攻十分，其实系防守嘅阵势嚟嘅。见到佢好多时候，其实佢起手咧，并唔系佢主动 approach， 而系等对手出露出破绽之后进行扩反。例如，例如 shoot 嘅时候就走去 grab 啦，佢落地嘅时候揼佢啦。哇，好靓！追佢都追唔到啊！好，哇！哇！呢一个路途一般嘅 up air， 路途系咩意思啊？路途嘅都好似啲海水嘅浪。我依家知讲边个，系咪真系路途噶？系路途啊！唔通系狂怒之鹏咩？好啊，靓 up air 你 hit 咗。其实嗰个唔系 up air， 系我当嘅，都系六二三 A， 六二三 A， OK， 好靓，好靓嘅一个六二三 A。好，佢窝喺后边。对于呢一个防威力唔系话特别好嘅阿 Ken 嚟讲，呢一个水枪都可能系呢个 flat 都可能会系一个好大嘅威胁啊！系真系叫 flat 嘅嘛 ？flat。马瑞，诶，头先嗰个系咪 Fu 嚟嘅？定系佢 DI 走咗咧？啊，必须要抗暴！哇，呢个回场有啲可以。执佢咁样真系唔系。冇，佢冇其他方法，佢再等落啲嘅时候，佢就可以追出去㗎啦。啱，佢就等落啲阿添就飞出去，追出去飞。都唔系好湿滞啊！点解用湿滞呢啲咁奇妙嘅词语？你够用老土咯。老土系文采，文采湿滞唔文采啊？系卡洛斯，又系一个一大片男人嘅净土啊！咦，我哋个 projector 喺度，死啦！我依家先发现咧，你知啦，咁耐以嚟咧。我咧都系咧唔记得咗咧，算翻咧呢一个嘅。系啊，依家打完啦，你。Hotel fans 打呢一个嘅，哦，系呢一个西斯维啊，师傅。我得阿 Ken。好。但对于打惯呢一个打扩反嘅，有普通人嚟讲系湿滞啲嘅。冇错。系真系湿滞少少。当机立断一个捉啊，毫不犹豫一个好靓嘅点穿 Vicky。比起村民，好似西，好似唔系应该话比起村民西斯维个捉好似系弱少少嘅。哦，冇乜做研究呢一个嘅。咁我冇呢个讲啦。我头先 cut 咗，唔该 cut 咗。喂啊啊！呢个好靓嘅 punish， 诶，咩事？唔系咩事？睇佢系呢一个阿 Kim， 系一个细思维。好，你又搣咗个六四二四啦。我饮醉冇啊，我冇饮嘢。拜拜拜拜，好，我哋又有啲选手。哦，一个好靓嘅 combo， 追翻啲 damage， 追翻啲 damage。
哇！哇！一個呢個係個好明智嘅抉擇，佢冇選擇用波動，佢冇用西洋拳，反而選擇咗用呢一個嘅旋風腳。上升嘅原來。係啊！我依家我都係最近先知道咗呢件事。喺呢個真係好好嘅。啊！一個黑鐵超。那啲係揮手。揮手。佢用暗黑。係咩？係。啊好啊，继续。好。双方都采取了一个比较保守少少的姿态啊，而家睇嚟。头先虽然 Mario 系阿 Team 嘅用过嘅角色啦，咁亦都系比较擅长嘅。咁而家西斯位咧，可能系一啲比较生疏嘅角色。哎，一个好靓嘅 recovery， 集合咗三种唔同嘅技能嘅 recovery 啊！呢个一个好熟悉、好熟练嘅技巧先能够试到出嚟。一套金步，系一个嘅 fair， 我哋可唔可以 keep 住呢两条命咧？攞多啲，攞多啲伤害，尽量弹一条弹弓，将对手哇啊啊！错边啊！差少少就一个。我覺得佢係想 read 噶，佢係想 read 啊，佢會想係 read 佢會 roll 嘅。原來係咁，係啊。back roll 好。到你好。好。Perry， 喂，好靚嘅 Perry， 一個好靚嘅吸板。咁做到20% 嘅 damage。啊！呢、這個叉燒仔一個好嘅攻勢嚟㗎，好常寫一個 fake out。咩叫 fake out？ 即係陽攻啊！叉燒少啊 ！fake out， 好近好近，好近好近。選出嚟 ，win！ 係 Mario 真係冇錯。